以后草鱼买回来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做法简单，味道鲜美，还非常下饭。草鱼切块，放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葱姜，抓匀腌制2小时。锅内热由均匀的摆上鱼块，多翻几次面，煎至两面金黄，盛出备用。另起锅，爆香葱姜蒜，一碗清水，放鸡精、生抽，蒸匀豉油、蚝油，再倒入鱼块、青红椒、煮一小会，水淀粉勾芡，出锅撒上葱段，又香又下饭，你也赶紧试试吧。